家，准备好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封神榜榜首 UP 主温迪的剪辑妙妙屋。没想到吧，我这次被任命为提瓦特运动会宣传部长了，正在剪辑这次运动会的宣传片。不过我实在是不擅长这种事情啊，先睡一觉再说吧。那就加点梗进去吧，现在的人不玩梗吃饭都不香了。对对对，那就从这个年份数字下手，全都改成2.5年才行。哎嘿，观众席怎么没有观众，全是黄阿丑啊？怎么还是黄色的？什么黄牛？旁边不是还有个倒立的爷吗？讲比赛，讲比赛！好嘞，您嘞。这次我们租用了专业场地进行网球比赛，虚拟服务器炸了，没联系到，经费有限，所以来到最终决赛的依然是稻妻和黎月队。啊，我又忘记王小美的名字了，这个镜头要剪掉。哼，爷我自己介绍，本大爷就是黄龙无敌，定会一雪排球输球之前指你上绝不会输第二次地了。都剪掉剪掉，这两位是全新制作的角色，多给点镜头，再配上 BGM， 搞定。你看你看，太好笑了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化作焦炭吧。为了方便做纪录片，我们还录制了比赛策划组在赛前的准备录像。其实我本来计划打羽毛球的，但是遇到了一些阻碍。变聪明了。这段掐了别播，剪掉中间这里，保留前后画面。好嘞，大家请看，我们比赛策划工作很卖力的，我都累趴了。我跟羽毛球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不要说这种玩笑话。都说视频开头3秒留存率非常重要，先放两个神仙打架吧，有道理。但这俩老爷爷和老奶奶就干站着拼内功，一动不动的，真实的神仙打架是真的没有观赏性啊。P 点特效吧。
天动万象。哇塞，直接预览都这么流畅，电脑性能太棒了吧。虚拟电脑畅销皮瓦特，搭载虚空十一操作系统，虚拟程序员倾力撰写，告别蓝屏，纳西达双核酷睿 i 处理器，尽享丝滑。噔噔噔噔噔。哼，妈的妈的，大奶！不得不说，一斗直接用棒子打网球是真的猛，甚至打出了全新纪录的发球速度。但这样不符合他的傻乎乎人设呀。这边有一个出界球，捡一下。贴到这里 OK， 这样一斗大笨蛋的人设就保住了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人叫大壮，他在 2.5 年一度的网球比赛中使用棒球棍打球，分数一分没得，但打出了两个界外，碎了三个花瓶，四个灯泡，五瓶生可乐，场面非常炫酷，最终裁判都看不下去，抛出红牌罚下。什么 dog fart 造谣新闻，还得再加点吧，都是 P 的，还用的绿幕。后面的这段素材是混搭比赛，神里绫华万叶对抗云锦胡桃，胡桃利用网球拍不停地铲土，嘿，梨月人出门不走马路，全是地道。原来是真的吗？而神里绫华要不停地用冰封锁洞口，防止地道偷袭，简直跟打地鼠一样。嗯，那就做成打地鼠吧。偷打地鼠赚翻了，吃酒去喽。工作进度如何了？这年头谁还自己做视频啊，我都交给 AI 了，只要输入网球点击率爆款几个关键词， AI 就能把视频搞定了。走吧走吧，我请客。安如磐石，喳喳，卡密登场。棒棒炸弹，哼，等等吗？视频发出去绝对少不了三连硬币，而顺便中了九折。辛苦了，后期小哥，这是大伙儿犒劳送你的特制蔬菜汁，谢谢，我亲手做的。嗯，扑通，第二杯半价哦。群雄云吞星聚，我安心注入四方，定夺这一念天机。小在平乱断手，此方名单比清官里月岁太平，欲知天理将负责财火，家主万民相扶助我一度脱众生，横扫千金令荣光有生，身比尘世面舍命涂炭，阎罗万军全不负为民，千宝在愿他比九天，天斗地车震慑孤寂，转盘流光中分化裂，连天叫声惨，金箍回荡笑仙女，回盘悬空，回盘孤竹生不复还，叫声未寒落尽秋霜，但愿千里共婵娟任久长，若海也何情此生不忘。
尘宫间寸寸天光，人影重重夜阑珊，小灯悠然。曲水流觞，曲仙只不去为忙，夫妻扬帆素履一往，子规之体我听不归心，九九心平你就迷信，曲终人散梦繁华，任风雨不动如山，烟烟成心思盼破晓浮生，可去心散，此去当岂会长夜影如凉，一心尽呼穿百世流芳。上回书说到彼时的离月，海中有大魔侵扰，山间有可卿，又在这里偷懒了。接下来只要把这些手续交了，就能接老大出狱了。但今天这里怎么安静得这么诡异？嗯？冷静，上山，我九七人啊。你没有心跳，为什么？不对劲，老大有危险。这下应该耍掉了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老大，你是来这儿找九条玩的吗？他人不在了。哦，果然，所以是你在替他看守这里吗？哈哈哈哈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三天前，八重公司大人留下一堆人偶之后，就把九条天狗和狱卒们都抓去当活动 NPC 了，还把我晋升为了黄龙最强人偶控制台一等。所以那些是人偶？不过刚刚好像都暴走了。暴走？难道是我把暖气调到干火模式把他们热坏了？那好像是煎。蜜涂料选得好，颜色不会掉，荒龙涂料。所以说是他撞了过来的，对吧？哎，等下回去做一下笔录。抱歉抱歉。
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等一下，你给我等一下。还没送过来吗？就快到了，只要到达那里的话，公司大人，您的外卖到了。您的外卖已超时。哎呀，超时了呢。
想上班。再次开始，你的世界开始转。绕着主管，扮演着客观。不会停止的人，这世界太灿烂。停滞不前的心中，充斥的盘旋。到底是穿越了时间的成就，还是？旅行者的内心世界了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他应该是 Himo 了。啊，旅行者？怎么会？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，纳西达？他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了？自从他前几天看到一朵白色的花之后，第二天就这样了，整个人死气沉沉的。嗯，那我知道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旅行者不是有很多好朋友吗？我可以把那些人的心灵和旅行者联系在一起，然后让他们在旅行者的潜意识里和旅行者直接对话，将他们的元气借给旅行者。如果再加上大家的元气支持，这样旅行者就一定会元气满满的了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办。纠结和怀疑不停，不管是余生还是旅行，别在意风景，还要等到分离，下一座山顶。耶耶耶！你的世界还有太多的宝箱等着你开，你的眼睛看到的远远不是百分之百，你的心向往高山草原、沙漠森林大海，你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准备精彩。任由前往星空，去听你心跳的节奏，出口的人再多也能找到你，然后奔跑着张开双手。啾啾脸颊的亲吻热烈，再给点 kiss kiss kiss， 要拥抱你的世界一万遍 love love love， 爱你的心声情难却，想永远 peace peace peace， 和美好不再告别。别想那么多，关于未来会遭遇多少不幸，太多声音其实就在身边等待发现倾听。大地还在脚下，我还没写出的经历，那能补充多少电力？化掉的冰不再冰，跟着风的记忆。任由前往星空，去听你心跳的节奏，出口的人再多也能找到你，然后奔跑着张开双手。
梦醒，很幻想的梦境，怀着万千思绪，期待新的风景会是怎样的惊喜，探寻着风的足迹，崭新的旅程开场，搜集沿途的绝境，不必在意方向，梦的乌托邦回应着理想，悄然治愈心中的伤，一起停住就算感到孤独，约定抵达的终点 my friend， 只要我笑着继续向前，就会再次相见。 It's braver for you to see， 乘着风俯瞰辽阔的碧海与原野，任凭风引领着自己朝阳这世界，淅淅沥沥温暖雨水遮出七色光，放落彩虹般绚烂的未来就在眼前，往事如风就让遗憾随之消散，自由如风携着祝福从容飞翔，尽情放声歌唱，唱给无垠的蓝天，犹如碧海般辽阔的未来就在眼前，坚定的扬起风帆去彼岸，伸出汹涌的人潮，这世间喧闹纷扰，眼神藏着话语，诉说着秘密，掩埋于风中无人明，你的叹息声很轻，爱情悲伤的回忆，无言就此漂泊如浮萍，能否期待奇迹，就算风的低语，我会去拥抱你，给你力量把烦恼统计，一次一次曾经落寞迷失，重复的爱它迷茫如此相似，别再犹豫不决，这一次迎着风把一切改写。 It's shining for you to see， 振翅的鸟儿也梦想着回忆飞翔，以全新的姿态去勇敢拥抱朝阳，让我们肩并肩一起向前奔跑，向彼此敞开心扉吧，去迎接新的希望。风会带来希望啊，打破了时间的封锁，与你相视而笑，迈过空间的阻隔，朝你全力奔跑，心中温暖涌动，牵着手我们一起放声唱。It's braver for you to see， 乘着风俯瞰辽阔的碧海与原野，任凭风引领着恣意徜徉这世界，淅淅沥沥温暖雨水遮出七色光，放落彩虹般绚烂的未来就在眼前，往事如风就让遗憾随之消散，自由如风携着祝福从容飞翔，尽情放声歌唱，唱给无垠的蓝天，犹如天籁般清澈的回响就在耳边，坚定地扬起风帆去彼岸，清风会伴你身边到永远。
这瞬间的色彩，让我们在新世界相见。蒸汽鸟凌云机。
士，听说你又完成了新的切片，他去了哪里？他在一场名为混沌的实验中。终于完成了这个装置，不枉我通宵了七天七夜。我是卡维，受到你们学校的邀请，来为你们上几节建筑相关的课程。第一节课，我不讲什么专业知识，只需要你们发挥想象力，在这里创作沙雕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解散。好生动的沙雕啊，看这英姿，想必也是位英雄人物。这是我最敬爱的哥哥，这才是艺术啊。我测量了一下，扎根很深，还是别乱动了吧。林尼，你是魔术师，能把它变没吗？魔术是需要提前准备的，不过巧了，我不需要。看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魔术还没演完呢，小捣蛋鬼。旅行者，你怎么？旅行者，闪光的瞬间我戴上了头盔，但我感觉好像还是有什么变化，变得更疯了。你们没事吧？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没事吗？我倒是只有头发变长了。看来只有我没事，怎么不？好家伙！发生什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应该就是那个东西搞的鬼，得想办法把它打下来。可是要怎么打呢？实在是太高了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感觉你更疯了？啊，情况加重了，那派蒙，嘿嘿，看来派蒙的潜力还是被小看了。派蒙，我们上。交给你了。
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他死了？还有高手？塞诺，过来看，这里有影像记录。关于之前混乱的始作俑者，他走得很安详，走得很有教育意义。借此，我们将那些警示语做成了公益广告，未来将在须弥和枫丹滚动播放。我们先睹为快吧。终于完成了这个装置，不枉我通宵了七天七夜。我不该。熬夜的。少熬夜，少通宵，身体健康，乐逍遥。我老师，别这样，不是。靓仔，见你骨骼精奇，系万中无一嘅炒餸奇才，呢本食神秘笈就十蚊鸡卖俾你啦！咪住，本秘笈唔啱，仲有速成版，落咗中期排理精，人人都可以系食神。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用了人人都可以是食神啊？哎呀，广告单是要多夸张就有多夸张啊！老板，要一份撒尿牛丸，我跟你说。现在有很多虚假广告。好，撒尿牛丸一份。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广告之后更加精彩。雷电影，绰号双刀食神，因其极其特别的烹饪手法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都市传说。只要是看见他做饭的人，都关了他。对不起啊。我只是想用适合的音乐衬托一下气氛而已。啊，是吧？这真的要吃吗？传说盗窃的将军不是不会做饭的吗？喂哦，试一下又不会死人的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警恶惩奸，维护饭堂和平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放了钟离牌味精，人人都可以是食神。钟离牌味精实属居家旅行、做菜煮饭、杀人放火必备良药。咩嚟噶？钟离牌电视每次放映都有惊喜，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放什么。Nothing
Have you been losing your pigeons for the past 3 years? Introducing the Pigeon Shield. Shield your pigeons, the Pigeon Shield. Normal attack, shield. Charged attack, shield. Everything shield. Wow. The Pigeon Shield. Speeding? Not so fast. Auto-generating escort mission. Can't even run, only walk. Just see how it works. The Pigeon Shield. Order now. You get 2 Pigeon Shields and get the free Traveler Repel decoration signs. Order now. The Pigeon Shield.你最近得到了一件好宝贝，正好我最近好像有点差点暴击，要不就奉将军大人之命前来取新的圣灵。突然觉得这个好重，听说旅行者这里有个轻点的。啊，太忙，这个跟你们好不好？想要这个头盔的话，那来竞速伸进螺旋吧。来了，又要被暴打了吗？上吧，兄弟们，见识一下12个威力。终有一日，我们会胜利。别演了，已经下班了。
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半个月。这次坚持了50秒，不过总觉得我们之间的配合有些问题啊。反抗毫无作用，我们败局早已注定。下次一定要击败他们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已经满星了吗？我们已经下班了。本来我也这么觉得的。让你们看看我修行的成果。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。今天怎么只有我们四个人啊？多少人都一样，我们注定是徒劳无功的。人呢？不对，这个钥匙怎么还在那儿？而且那小子还躺在那儿。出来了，看来是香菱最快。可不要小看四星哦。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这个圣婴木呢，应该是谁打得慢给谁，因为打得快，说明你已经够强了。什么？这才对。坏消息是，刚才我强化的时候，第四个词条出现防御力，并且所有属性只加到了这一项上，所以说你们看。还烧着水，伙伴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什么？还乱滚？我这就过去。我也不能空手而归啊！演出时间要到了。既然这样，要不把这个圣婴物给我吧？哇，我感觉我的战斗力翻了好几千倍呢。你原本也没什么战斗力吧？怎么样，合适吗？心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。哥哥，心，艾玛，我能感受到你们已经遭遇了不测，我一定。一定会找到你们的。
你们不是失踪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出海确实发生了意外。幸亏我带了这个。这难道是？没错，那个胡儿女人给我做的下丹神器。哇，不愧是旅行者呀！真的太厉害了！时候返航。哎呀，黄油快递只有想不到，没有送不到。来者何人？快递呢？达达利亚，你的快递。来者何人？是快递吗？达达利亚，你的快递。又是快递？这次是寄件呀。黄河快递只有想不到，没有送不到。